马超五虎将皮肤神威动画曝光，本款皮肤将会在6月24日零点到7月31日23点上架正式服务。这款皮肤是一款史诗皮肤，虽然天美没有公布它的价格，但是按照以往的史诗皮肤来看，肯定是首周之后710点券。该款皮肤曝光后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，由于它的技能和穿着体现出了金黄色和闪电等元素，因此玩家们戏称它为金色闪电，甚至有玩家叫它皮卡丘。可以看到金色闪电特效贯穿了整体技能，并且马超还配备了金色长发、金狮头盔、金色盔甲等装饰。那么这款马超皮肤你们喜欢吗？在视频的最后，社长还给大家找到了最初机甲风格马超五虎将皮肤的技能特效，小伙伴们可以对比一下，你们更喜欢哪款设计呢？至之中，我来彰显威名，战争因你所需而来，却不因你所欲而止。星驰电掣，南之如阴，动如雷震。啊！西凉不敌马超太子，快来共决生死。游刃有余，横空出世，星驰电掣，声威万里，惊